我是一米班的熊佩仪，我要谢谢陈老师教我读书写字。老师，我爱你。送给你小星星，送你花一朵，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指引我，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唱歌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。